不服是吧？你拖着我，你出大事，我告诉你啊！完了。对呀，理想三军好像不会拿棍子，搞他搞他！我是你自己人，别追我！你小小牛头哥，你跟我变色龙大哥对，你对得过我的？我不随便撸你。你上来试试，小鸭子。喂，跟我的四对手吧。哼！感谢芝麻酱美女大老板送的保时捷。怎么有克雷啊？理想还活着吗？这香蕉皮谁扔的？感谢坦克送的一个点亮。星期六、星期天直接那个了，星期天下午直接送到学校去。九月号正好轮到周末了嘛，然后他就是九月三号下午。只剩他俩了，哎呀，那鸭子是装死的，二打一装什么死呀，这鸭子。小鸭子乱混。这不把队友给坑了。哈士奇作威作福，哎呀，这个肚皮，这个飞艇的可以。我给你俩隔一个啊！我的队友居然活着，他刚才在哪儿？我都没看见他，我真没看见他，我得帮帮他呀！他在被进攻，我得帮帮他，砸死他！好砸，他把他队友给砸下去了。太突然了，最后一记飞腿下去了一个，完了，菜狗子二三三又赢了，作为我们的主力竞争对手。丫丫还上来啊？你不会以为你上得来吧？好打，看看外面的情况。下去拿武器。哦，这就是刚才。哎呀，没扒到墙上，完了。他没有这个功能啊，没有变身和隐形的功能。
要第一时间两下跳回来，跳回来然后手扒到墙上才能从下面上来。等一会儿我这颗雷针的关键一点，扔个关键雷，不着急扔。你小子，我是把他表了，他不动了，完了，那个雷流下去之后产生意外了，他们赢了，啊，走嘞，帮他。没了，闯祸。闯大祸，这叫闯大祸。疾风加不加？感谢松松 Willing 大帅哥老板送的保时捷。谢谢松松大老板。这里可以无限加吗？就是等级这儿可以无限加吗？这个经验条。可以啊，有100级呢，可以一直用下去，只要是快速匹配的，就一直可以升级，是吧？就自定义等级有上限，主要是。除了快速匹配还有什么？自定义、新手教程、角色列表。哇、哦，多少？哦，他叫锤子，锤子爱吃苹果，锤头鲨爱吃苹果。感谢松松柏林大帅哥老板，白银锤、粉粉锤、腹黑锤，哦，他是环保锤，粉粉环保锤，波塞冬锤，带小皇冠的，凯不了，他现在没东西让你凯，他这测试版。先看角色吧，利威尔不是兵长吗？他说了句我是蓝色的，那就是蓝猫了。但是蓝猫的眼睛好像颜色不对呀。幼罗莎的皮肤瞧瞧，粉粉幼罗莎，像小猪猪似的。幼罗莎就这一个，应该是最新做的角色。呀，这个好呀，这个波波好呀，波波。哈哈哈，怎么才能获取这个波波？还解锁、啊？他两个眼睛像两个小小咖啡豆一样，波波。浏览一下。波波，26级。牛奶波波，腹黑波波，棕熊波波，北极熊、棕熊、黑熊了。这个叫洛洛，洛洛是太阳。他这个是什么狗啊？这个狗应该不是拉布拉多，这个狗叫什么来着？柯基。这怎么可能是柯基？瞎搞！这肯定不是柯基。柯基是一开始的那只。这个叫什么？比格犬是吧？波波，啊，洛洛，洛洛，波波，看看木木里面有什么？蓝色的木木，小麦木木，飞行员木木，以及魔法木木。哎呀，这猫头鹰特别肥，然后又有点弱。它叫叫斯帕奇。牛头根叫斯帕奇。那个、老虎不知道多少级。老虎出拳挺强。老虎有什么说法？老虎出拳快。真的假的？做法的。有这个牛头根，戴墨镜有点那个，有点雷子的意思。我还有童子军儿，这还有多少？我看看左边开始啊。角色比之前多了太多了。哎，里面哦，应该还有个海象，对，图斯卡尔海象，海象，你的羊齿怎么这么长？尼莫是一皇家柯基犬，和猫相处融洽。大金链子，小金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恶霸。麻烦给这只猫咪来一杯玛奇朵。瓦特也比较猛，瓦特反应慢，但不影响活在当下。他叫什么？地包天，第四届国际咬鼻子大赛冠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鼻子啊，他只有两个孔。他是地包天呀、啊，阿瓜。哦，他下面下巴包着上面是吧？阿瓜一个。阿瓜皮肤看一看，黄金阿瓜，
粉粉阿瓜，腹黑阿瓜，橘橘阿瓜，阿瓜品种好多啊。哦，最后那个，哇，这不是星战阿瓜吗？风暴瓜，黄金风暴瓜，哇塞，这不错啊。侦探瓜，沙包瓜，它是个沙包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那个，这是维达吧？太空反派都长这样，眼神就很凶残啊。兔兔是不是有很多？哇，兔兔好多，骑士卡洛特，兔兔做的蛮萌的。呀，这个好萌，兔爷卡洛特，武装卡洛特，没那效果了。哎，小红帽，大灰狼与小红帽里的小红帽，不过他这小红帽魔法斗篷效果好好。奶牛疯狂，我有一个那个，这个是我的新的装备，这不好看呀，这个好像不如原版的。感觉不如原版的。暴力，哦，宝力，小马宝力对吧？魔幻而懒惰的家伙，阿呆很毛茸茸，没看出来哪里毛茸茸了，能放大看吧。阿呆也有那个 rich 呆，马赛克眼镜大加上钻石大金链子，芭比，哦，星星叫芭比，哇塞，这星星。这村里吧，这是粉粉格斗村里。大香蕉放头上，熔岩香蕉，远古。这个呢，我这个有点帅，这个黑色的黑衣芭比有点帅。然后还有个橄榄球芭比，66号四分位。查看升级奖励，哦，这是88级的，他是不是会开一个这种通行证之类的东西啊？应该是吧。看老虎了，泰哥。这个好像是。光等级不是通行证，没有通行证，通行证是另外的。这老虎尾巴竖得这么直的，而且后脑勺很肥啊，像是那种很呆萌的。没有，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，浏览皮肤，枭雄态，唐伯虎，好一个唐伯虎，看上去像是个大厨似的。阿拉泰，王楚泰。老虎皮肤给的真多，真给面子。拳王泰哥，火焰拳王泰哥，粉粉泰，牛奶泰。看看猪猪，猪猪叫培根。呀，猪猪感觉像光着屁股一样，总感觉光溜溜的。朋克培根，这个解锁要用那个，要用那个绿色的钱币的。斯巴根也不错，这猪猪做的好的，做的蛮好的。草裙培根，还有个八戒。哎呀，这猪猪反正就感觉好像是那种没穿衣服裤子的感觉。哎呦，这个绿猪不行，这个太丑了，这个太丑了。斯巴瓦利，这牛就是纯粹的牦牛了，没做老黄牛，也没做那个大水牛啊。其实应该皮肤应该算老黄牛。摩斯，麋鹿叫摩斯，维京摩斯。这个鼻子太大了，鼻子实在太大了。对，牛和驼鹿都看着没有前面的效果好，牛头根效果做得不错的。海豹估计买的人也不多的，不知道角色有没有什么特性。哎呀，这个看到了，这个太逗太那个了吧。八公，不忘记爱过的每一个人。秋田犬，忠犬八公的八公。穿上武士甲还是不错的，武士甲质感挺好。哟，浪人八公嘴里叼根草，可以。嘴里叼根，还有个和服八公。秋田犬原产地是小日子那边的吧？好像。这后面几个不错，橘橘、蓝蓝，这个帅呀，这个好飘逸啊。后面还有个亚索的飘带，这个好飘逸啊。战无获取方式，这个真的很飘逸。很不错。哎，这加肥之前也没见过是吧？加肥猫，它就三个哦。老板加肥就是个大肥猫，买个猫头鹰进去试试。买了猫头鹰，买了进去试试。冲，再排一次啊，试试兄弟们。哎，
哦，这里有了，就是三二一了。三二一到一的时候我们点，三二一。主要他这能升级啊，升级能买好多皮肤啊。自定义每天的那个皮肤，那个就是给的点数是有上限的。自定义好像每天大概就给个四五千点。啊，我知道我有个金色兔子，金色兔子刚才解锁的嘛。他好像叫木木萧呀，是叫木木萧吗？组一个队友不赢就换人。每周挑战完成了以后给经验和那个。哦。四局球类得分赛，棒棒糖击晕十名对手，球类比赛进一个球，那有球类比赛必点了。飞踢击晕五名对手，没事就跑在那一直踹飞踢。两天零小时之后刷新，每周挑战，就是周一的时候刷新。猛男东跟云溪都在我，还有年年都在我这边。你们都进去了？现在也在。你们全进去了？哇，怎么你们都在这啊？对，我们进了，偷偷进没？坏了，不知道呢。没有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测试版，它放出的内容还是比较克制的，放出内容还比较克制。如果一不克制把所有内容放出来，那直接一天要玩上。我们这还有挂机，说实话，他得把那个飞机那个图当弄进来。那肯定的，你没看老外玩的有个图中间出黑洞的吗？那个出黑洞的图好有意思，我的。你摸我们都要进球了，你还在这踹我！感谢彩蛋老板送的五二零小心特效，谢谢夜无泪送的点亮，谢谢江湖百晓生，我试试李娜玩的这个大潇潇啊，猫头鹰我试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真混啊！你们队友，我的角色一个棒棒糖，我的角色列表挺多的吧，比普通的多三个，我又排到理想三巡了，怎么还有马保国啊？怎么还有艾坤啊？哎，我怎么一直跟理想三巡和那个菜果子排一块啊？你想踹我？马保国是什么鬼了？有我在。艾坤是什么鬼了？感谢一晨晨送的两点亮。我这个对面不能打你的，不能打的。哎呀，这两个手好慢呀，个头大，手好慢啊！踹我是吧？先欺负点小个子吧。糟了，这个打不到人的。先欺负掉再说。你干嘛呢，呆瓜？我看这猩猩是有点呆，我给你弄下去啊！你个呆猩猩，你这么小的个头，你跟谁俩的？啊？你跟谁俩呢，臭蛋？臭蛋，我让你上来了吗？我得玩飞踹是吧？但玩飞踹容易下去。哎呀，这不是猛的，疯玩的团体。糟了，兄弟，你这个先搞你再说。完了，我的兄弟下去了。啊，黏死了！哎呀，进球了！赢了！猫头鹰强呀，六子！我的队友是一百，是个路人。我这小子的那个斗篷从哪搞出来了？我发现黏子玩这个游戏很喜欢说大话，明明很菜我，然后嘴巴特别硬。你明明很菜，你嘴巴就贼硬，我你很菜好，你玩这游戏你很菜，真的很菜。啊，干什么？有事儿吗，宝国？有事说事，有事儿，小星星。有事儿吗？有事儿吗？啊，有事儿吗？揪着我干嘛？揪着我就能无敌了？有事吗？你们俩有事吗？叫我肖哥，叫我肖哥，不服是吧？你不服我就追着你吹，叫我肖哥，喜欢跟肖哥斗啊？喜欢跟肖哥斗？下去，下去！谁允许你动了？
你也拉杆，你不会拉杆是吧？你不会拉杆是吧？哼，你不会拉杆是吧？进攻守门员，闯祸了，结束了我罪恶的一生啊！我跟个城管似的，最后把自己弄进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要跟我拼是吧，一坤？下去。凭什么？我是只鸟，你跟我凭什么？哎呦！哎，坤一个，哎呦呦呦！我上来了，稳了一条老狗。怎么啦？星星，你是不是嘚儿？你看你那嘚样啊！这星星真的嘚儿，我太嘚儿了，好嘚儿一星星，好嘚儿，好久没见过这么嘚儿的星了。这损人不利己，你看这活干的。谢谢子庙老板送的多喝热水，感谢鱼被吓跑了，谢谢芝麻酱送的十个点亮。不是他那个又自己不握住，打完他大家全飞出去，太傻了。我得帮他一下。我得帮你一下，孩子。完了，队友好像下去了，队友有点不争气啊、哦。队友还活着，别下去。闹了。好、哦，队友跟理想三旬要锤起来了。理想三旬是条很瘦的鲨鱼，很瘦。他的鲨鱼肚皮上没肉，他的头也特别的小，牙齿也不大。搞他呀！你这么大猫头鹰，你怕他干嘛呀？你拿什么？你不会是个人机吧，兄弟？你拿什么反曲弓呀？锤他呀！给我急的，你这太笨了。我这颗雷一定要很关键的，非常关键，砸到头上，就砸你头上！拉右边的杆，对，拉右边的杆，你个笨子，他出去了，完了 ，nice 啊！Nice 啊！一到路人局就展现主播真正的实力，我全是技巧，全是战术理论，全是小心眼，我先不出手，让他们先动一动。马保国，马保国，马保国，我看你我就来气，马保国，下去！还有你搁这装死，下去！这星星 D boy 好像有点事儿嘛，我看他。保国干嘛？保国想上来啊？巴拉不动了啊？再拉慢一点，别拉太快啊！拉快了要断掉。我在那边挤五个人，保国被我弄下去了。保国，叫我保国杀手就行。他怎么还有哭的表情啊？正义大打一，按 T。国赛我们双消，双消称霸天下。你下去了，哥们儿，没事。理想三巡我随便打，我这么大的拳你能怎么办？孩子，说话。哟，你看我动不动你啊，孩子？我放掉这个，我不帮你了。赢了呀，应该是赢了呀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轻轻松松进去四局就吃大分儿，太简单了。哎呦，这张照片拍的我得了一个培根头像，能扭蛋吗？好像不能，有点急。你们有没有扭蛋扭出来什么厉害东西啊？没有没有没有很厉害的，有没有兄弟扭出来厉害东西？暗黑瓜还是暗黑瓜？暗黑瓜，对，暗黑瓜是哪个角色啊？是那个呆瓜那个。糟了，你说呆瓜是谁我都不知道。这个蓝色的券应该是充值的，同学们，这个90%蓝色券90%是充值的。
你看吧，一千二，这东西，哦，就是那个鸭子，暗黑鸭子，黑鸭子好像不是那种，也不是那种很秀的。如果抽出来一个传奇，不得了。但这东西能保留吗？邀请一个好友一起战一局，谁有空一起战一局的？等一下，这边战况很激烈。我在，很紧张哦。上面不是可以邀请三个人吗？可以邀请三个人。可以邀请三个。那下面有一个头像那个空格。打开组队编号 ，KMCJ 三，是这样吗？我受不了了，这云溪，我们是队友呀，你看我踹我干啥呀？我也、哎、真菜你们。我进去乱杀，真的，我进去乱杀，直接无敌，嘎嘎无敌。哎呦，四个人坐在上面拿四个小手柄，挺讲究的。哎，那我们组队进去也会打那种就是。二比二的了啊，那就搞兵工厂猛兽冰球吃任务呗，冰球啊啊吃任务，这冰球我不会啊，随便玩随便玩随便玩，两个人就是进组队，四个人就是直接组队赛了。对，直接玩的话得有那个测试资格。哇，暗黑鸭啊，这么帅的传奇啊，这是啊，你可以运气这么好的，你可以就是我就玩我的猫头鹰了，我猫头鹰个头大。他们是什么图图 Joker 铺一个白板，他那个是什么飞行圆龙3125 3152，你这暗黑鸭有点帅气，有点帅气，史诗级的，你可以运气真好，咱们抽白板他抽史诗，我操你这一拳好牛逼，你们先冲，我盾牌小子给你们垫后，要进球了都，没进球没进球，再回来呢，我卡住门，有我盾牌小子在这儿，我操，把我人都打飞了，我的肚皮顶着呢，不是我这个盾牌不能顶他的吗？怎么能把我人给冲飞呢？你正好在打的完那一下，那个球飞过来就顶，这个直接把我们两个都打晕了，好家伙，又排到你了，年年又排到你了，冲一下兄弟们，冲一下，这丢有点丢人了。